政府卫生局经过讨论，认为雅培公司它对于这个产品，它没有办法证明它确实是安全无毒的相关的准备资料使用，所以我们已经要求雅培公司从今天晚上的5点开始，48小时之内，对于这6项产品就要完成所谓的预防性的下架。那有关这个前天傍晚收到媒体的讯息，就是有消费者向该媒体反映，他所购买的雅培原本安舒的这个产品是有一些快递的状况，发现6款产品都分别是雅培的原味安舒，还有圣普纳、普联圣、晚冠安舒，还有健力、爱美丽这6项的产品，他今年1到8月份都进口72万罐，那到目前1到8月份就有收到629件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记录。食药署跟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经过讨论，认为雅培公司它对于这个产品，它没有办法证明它确实是安全无毒的相关的准备资料使用，所以我们已经要求雅培公司从今天晚上的5点开始，48小时之内，对这6项产品又要完成所谓的预防性的下降，卫生单位已经做进一步的抽样，它会进一步的化验。那检验的时间大概约1周左右的时间，检验的结果会再向对大众大众做的说明。对民众手边有这样一个产品的时候，就是可以拨打这个雅培公司提供的一个对于案件的一个客服专线0800-0366-88这个专线来进一步的联系，无条件的方式来做退货或换。